北京义拳学会会长，北京义拳研究会名誉会长霍振环先生。 下面呢，请那个霍振环先生呢，为我们大会讲话。尊敬的王师傅，各位嘉宾，各位同门，非常高兴来参加纪念王商杰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大会，也非常荣幸和感谢大家邀请我担任大会的联席主任。 但非常遗憾，就是昨天我在香港还有一些事情，所以赶不来参加第一天的会议，请大家多多原谅。我很高兴知道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，难得有200多位从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同门欢聚一堂，大家可以放下大家不同的旗舰。 无锡的献出积极的宝贵的心得和意见，一起为发扬一拳大成拳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，令人感到可喜可贺。一拳大成拳在武术发展上是一个突破，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一门学问，不但在拳术方面。 在养生、修养等方面都很有它独特之处。现在武术在世界上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将要加大力量，使一拳、大成拳发挥它应有的影响。我相信这次会议在这方面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。 最后，我也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出席这次大会，和主办这次大会的所有人士都投入大量的工作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业进步，大会圆满成功。谢谢。感谢霍先生为我们的这个大会这个精彩的讲话。 大家再一次表示热烈的欢迎。一，撑爆桌。 四九分钟。五红发哥。
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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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Good!
Thank you.
备。Thank you.
第一个回合，预备，开始。
Thank you.